哦，哎、欸，这厝大间够水呢。在后边哦，咱有来家己开一间啊。嗯，困懵困，你莫咧迷茫啦。那我吼十四人哦，我都无咋趁这个厝啦。哎，你急坐啦，当时就要出来啊。哦，急急，哎、欸，拜托，我落我哥哥阿偌济。嗯，那村里可以叫人咯。进坐了，对吧？是啊，外口看我看。董事长。对。哎，董事长好，坐请坐，请坐。董事长，我给你介绍，这两位是我的父母，刚从美国回来。Hello，Hello。这位是我舅妈，在南部开农场。这位是我姑姑，这位是我姑丈，在大陆呢开鞋厂。你好。这位是我阿姨，从小把我带大。各位的事业有成，我很高兴。哪里哪里，请问陈先生在哪个地方高就啊？哦，我现在是住在那个San Francisco啦。哦，旧金山。哎，对了对了，哎，我们就刚好住在那个自由女神的对面啦。自由女神不是在纽约吗？哎，不是，我是说哦。我们家的对面哦，啊，有一个公园呐，啊，公园里面哦，有一座那个自由女神哦，哎，那差不多小小的啦，环境真的很好。不晓得陈先生做什么样的生意？啊，我是在美国哦，开了一些那个餐厅啦，啊，连锁的啦，哎，很好嘛。为什么不把志雄接到美国去啊？让他一个人在台湾呢？志雄啊，志雄都我是觉得说哈、哦，他应该哈、哦、多接受中国的文化啦。哎，留在台湾哦，爱自己的故乡，哎呀，有这个乡土情嘛哈、哦。要不然他太早到美国去哦，将来变成那个阿东啊，不好了。阿东还不好。说的有道理。林董。哦，你这个房子那么大啊，那么漂亮啊，有没有投保啊？没有啊，怎么样？哎呀，一定要投保啊！这个投保对我们是一种保障啊，对不？人讲哦，天有不测风云啊，人有旦夕祸福啊。唔知当时哦，万一你这唔多呐，叫火烧厝烧了了，对不？啊人啊，唔多呐，我来去。臭啥？陈先生是拉保险的。啊，不是的，那，我有朋友在美国哦，做这个保险业的啦，我做得很成功啊。他那个是全球性的、世界性的，他个理赔又很高了。好，我会考虑考虑。没想到陈先生交友广阔，你的事业一定会成功的。Thank you。那陈夫人，你也在餐厅帮忙吗？啊、no。哦，我自己有树叶，我开一家美容公司呢。哦，你看看今天每一个人哦，都是我设计的呢。你看我老公的头发，哦，我那家店好有名哦，连那个美国总统夫人哦，都到我那里来给我设计头发呢。真是行行出状元啊！没想到你的店这么有名气。对呀、啊，哪一天您都到我店里来哦，帮你设计不用钱呐、啊。到美国吗？啊，对啊，你如果到美国来玩的时候，有机会了，有机会了，一定去，一定去。志雄的阿姨，我听说志雄是你一手带大的。是的，不容易啊，志雄这么有才华，你真是教导有方，真是一位杰出的女性。林董，你太夸奖了，这是我应该的。志雄在工作上。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地方，还请林董事长多教导。放心，我会的。这位是啊，志雄的舅妈了。哎呀，舅妈啦！啊，我就伫下港哦开农场啦。啊，我有赶两箱鸡翅来，啊，你食看麦。啊，若好食哦，我后桌哦加赶一挂来，吼。谢谢，改天我会到你农场啊去参观参观。哦，好啊好啊，来算了哦、啊，再来啦。这位是做哦。我是请家大队大队长，什么队长啊？啊，不是，这年轻的时候在军队里我当大队长。我先生在大陆开那个鞋店，好大，
很大的鞋垫。鞋什么地方？在上海浦东。我还准备开两个分厂，林董有空来参观参观。欢迎了，欢迎了。各位呀、事业这么是有成，我真的感到很光荣。哎呀，领导不要客气啦，这个以后他们两个如果结婚，我们就是自己人的啦。对呀、以后多联络啦，这些事业上大家可以互相配合嘛。比如说我当时有需要现金周转嘛，对吧？没有，没有关系。